事情不要透露出来啊，这种就难受了。得狠，是个狠人。救！佣兵救不救？还在这边修。就逼他救人。正宗啊！哇，这个闪现打得用力呢！那这只鸟我不打了。加速了，一个再说，佣兵还是得挂了。下一个抓医生。这也行吧，那边应该在摸人，我看看附近有没有推进器，再捡一个推过去。不打算了，
还好。打两局，零七，刷了，人家出宝贝，听见了。去他一下呀，前锋吧，这是
敢抢，抢了我就拉回去。台呢？看见了。加速度，哎，加速了，我改了吗？给他来一刀，把儿子打掉，然后拜拜。回去，不在的。结石吃不动了。看能不能找个电器啊？为了防止他不喜欢吃钻头，做个风衣。赶紧要救不救的，二挂了。还没倒啊，这么长时间。
哎呀，这个什么奇怪的东西！ 加速的结实。 也不是，不会也不是，挂了吧。
再打一个受伤就好了。 这个意义何在？ 来救吗？ 解决他的流失。 小木屋，赶紧推过去，快！ 交掉了。哎，不给吗？这么小气。
好，我小轿子，怎么不带怀表啊？不带怀表的话，没亮。 这种皮肤就是刀长，他平 A 到了，还有呢？ 这附近这是假的，这是儿子的，这个假的。 Thank you.
钻头呀。牌呢？哎呀，真惨！其实是玩一台的，看这结实就带个怀表就很难受。哎，这个人怎么回事？怎么在瞬移？两个在哪摸呢？这边。还是那么一一如既往的狗屎。
哎，哎，你这个，这个皮肤手感真的狗屎，没话说了。刀可以短到这种地步，真的就是个稻草人。靠肥胖流打赢游戏，我也是没谁了，但是没卡到这个位。这把推进器多，运气好。这皮肤不用了，刀太短了。他拉锯，拉锯倒挺长的感觉，就刀短。叫了吧，救人了。找个电器啊。走大房子，绕过去开门。离开。天气都被挤干净了。皮肤纸，天气，哎呦完了。
不让我找到喷气了，找到喷气在这里。看见他儿子。绕一圈，跑马拉松，没有，他距离不够了，他知道再跑就死了。你要给他好，别逼他，他累弱。先过去把他儿子打了。就在这里啊，看见了。哇哇哇！喂。直接二挂了，刷血条。两个小玩意啊，这应该还有。你要锤你啊，锤！手电机，没儿子了，不用追了。先是在这边修，没鸟了。看到你了，年轻人。我点应该倒到这了，把它挂了。不然它钻头效果要消失了。先把它给救了。皮，进行皮。都死了。谁这么凶？我感觉又摸到个儿子了。真欧啊！
回事？而且要减速啊！玩呀，玩蛇。现在在跑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中快一点，往前往前拉，他鸟还没回来，还没有回，等儿子打了吧，然后走到大房子去，先知在里面，不用走了，垃圾。哎，这怎么撞了呀？有鸟，我不敢抓。他这个是什么情况？也不好了，没战斗。刀没打出去，喂。
等一个欧皇斩了。Nice， 有什么比厄运更舒服的事情？这个皮肤是太欧了吧？是有什么奇怪的属性？带怀表的，还没加速。可以打个收藏回去挂人，空姐没打钻的，我记得。爬起来，他修得动呢，其他人修不动。我说是摸人去了。我也想打快一点，你让他们快点投呗，这把没机会了的。两个人都往大王子跑，再拉过去。看只能打把人了，没了。哎，我这。快让我赶个车。我知道结石戴怀表了，他戴不戴都一样。结石肯定是要戴怀表的，结石现在这必须能这样了，还不戴怀表，戴个弹射干嘛呀？现在结石肯定要点个铁屁股，然后点一个怀表，就在椅子上面坐着玩手机就行了。好了，这边有个人。跟着他的脚印走，免得他藏儿子。就像是秒秒他没加速啊，这里都敢翻的啊。
打个钻，免得。哎呦，我操！猫跑出上来了，不打，他没加速，跑不了。 这就是金皮吧，爬人又快，说就欧。起来干啥呀？ 结实，虚的太狠了。哎哎哎！怎么有个加速？ 这都敢交枪的，我牛逼！打了个钻，然后这边找医生。 空姐被打了钻，然后半路拦截一下，有个多换斩的机会。没人修炼机了，在摸人。哎，没有回放流。
哎，现在掉落有加速了呀！哎，我干嘛要蓄力刀呀？哪里摸人吧，让人送宝贝。有人卖掉了吧？应该在摸魔术师，肯定小木屋，看一眼。等二挂。修机啊，修机干嘛呢？我操！最后一个在沙场。哎，咱还没盖着。